你看我们饭店外面的景，晚上看夕阳吗？当比例尺啊！拿我的哪一个部分当比例尺？你看这个，拿哪一个部分？超大的树干呢！哇，现场超多人的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哥，我是阿美。现在我们来到日本的北千家车站，我们今天要来去日光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去日光泡温泉。为什么来去日光泡温泉呢？因为老木生日啦，庆祝婆婆的生日。对对对，耶、yeah ，带妈妈出来走一走。然后我们今天刚好可以坐到那个他们新的列车，对不对？对对 ，Spacia。Spacia X。对，期待一下，但外观是蛮帅的。特级列车，特级列东武的，对，东武特级列车。好，等一下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已经买好食物了。对对对。来参观一下我们吃了什么。对，也很多。我买了一个超市吧。来的。一样的。哎，不是新的耶。不是最帅的。我以为我们做到新的。等一下拍那个招牌给你看看。我们居然有包厢哎，老公，小心哦。你看这个包厢，今年七月才启用吗？可能是这个啦，这个 deco 做的比较真的吗？比较传统复古一点。哎，怎么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？大家知道吗？还是我们做到不是那个最新的？对，最新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边欣赏外面的夕阳，然后边吃饭。开动！耶！这个虾也太肥了吧！糖醋肥虾。哇，天然的夕阳，这个光影哦，眼睛要张不开了。对。一个小时四十分钟。对。吃饱休息一下。顺便眯一下，我们早上太早起来了，都没怎么睡。然后就今天一直在搭飞机、搭火车、搭火车、搭火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没有办法很顺，等一下。好，期待一下。两块吃。他刚边吃一直那什么东西啊？快你咬一口，我要把它吃掉。好。你看吧，爆香，好吃哎，好特别，它旁边是酥皮的那种，对啊，奶油酥皮，嗯，还不错，它里面内馅好吃，嗯，难怪会一直发出那个声音，你吃啊，我等下吃看另外一个口味，从早上几点出门？几点？五点多，五点出头出门，现在到这边快要六点多了。对，日本六点，在台湾时间大概五点多，等于是十二三个小时，终于到这边。还没到我们饭店哦，还没。东武日光，东武日光。有时候觉得我们一下车就好冷哦。对，一下都凉了。对。有时候觉得那个出国真的比上班还累，有没有觉得？哎呀，不一样的累啦。对。对啊。都头尾最累啊。对啦。还有准备安排等等。没错。好，今天大概也不会去哪，我们就期待一下饭店吧。对。泡个汤。饭店长什么样子？泡汤，泡汤。耶耶耶！就是他啦，原本以为是这台帅的，怎么不太一样？折腾了一下，结果因为没有带台湾驾照，所以没办法租车。哦。哎。这边是有很多巴士。是朋友讲说他是搭火车是可以玩的啦，不一定要开车，但跟我们计划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很漂亮的地方。来看一下我们今晚住的房间，我们
们终于到了第一次来日光。你看一进来就是，哒啦，木头。对，木头香味。来来来，给大家看这个。好，手磨，手磨咖啡。他给咖啡豆哎，对啊，我们是那种城市仔，是不是？对。明天我要来试试看。好啊，你帮我泡一杯。然后，手冲热水壶。哦，对啊，这要懂喝咖啡的人。我们光在这个打开这个门就可以泡很久，有没有？杯子、酒、山泉水。欸，我觉得它这个水看起来怎么就是很好喝？太难嘞！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会做行销哦，这个整个包装。哦，他们这边做很多酒，所以里面又有白酒。很优秀，这些都是要钱的哦。那这个要钱吗？大瓶水不用，其他都要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洗手台。我没看过这么浅的那个洗手台。哎，我要洗个手哦。看到我被喷水。这是一个屁股的印子。好可爱哦。浴缸，它就是有那个类似，应该是盐吗？入浴剂，增加新陈代谢，好像不错。增加情趣之类的。增加情趣，没错。哦，一样。独立的马桶。它就是一个日美混合的，还不错啊，蛮喜欢的。你有发现那个吗？福哥立马换他们的睡衣，哎，蛮好看的。你要不要换他们的裤子啊？对，这件我买起来。买起来。大家早安。你看我们饭店外面的景。哇。晚上可以在这看夕阳。晚上看夕阳吗？眼睛是要打不开了，打不开。好，我们先去日光吧。对，我们去下面市区逛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饭店是在那个山上。对，要搭他的接驳车 ，Go。我们要准备上去这非常有名的东照宫。多远的人看？当比例尺啊。拿我的哪一个部分当比例尺？你看这个，拿哪一个部分？好大的树干哦！太漂亮了吧！到时候延长寿命的酒是不是必须买一下，当一个纪念品？借口喝酒，我买这一支，因为舍不得开吧。得意小东西，然后直接倒在里面喝，哎，可以啊。好啊，要么还是带回家。我犹豫，现在喝也可以，回家想喝了，想拆了。现在想喝了，因为没车开，所以我们就随性搭了公车。随性去想去的地方，反正这么多人，应该就是有名的观光车，就跟着人群就对了。这里是头文字 D， 八家湾的那个赛道。很可惜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开车来。记得要带台湾驾照哦。对，耶、yeah, ！我们来到中禅寺这边喽。这是哪里啊？日光这边的温泉街。哦、oh, ，好了，很多餐厅哎，很多餐厅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就跟着一群人走下车。然后这站好像大站，我们就下车。现在已经慢慢那个枫叶都开始变红了。对啊。加崩喽！我要来到这种小镇，最喜欢吃这种小小店了。你们也是吗？喜欢，喜欢。然后你也是吗？是啊。你都吃这种？对，当地传统小店。你是朋友说来这边是要吃豆皮，是不是？对，对。你就特别点了。对，还可以点他们的小菜。
这超好吃的。嗯，很好吃，这我吃了一片了。这个应该是炸咕咕哎。炸咕咕。来试试看。嗯。好吃。好吃。嗯，然后来泡汤吃。嗯，感觉泡汤很适合。南日光一定要来看什么？这边真的壮观，对，漂亮。来，现在有点背光，你看到吗？哇，すごい！华人瀑布，我跟你说，近看不得了了。想说可以近距离看一下瀑布，我们买了票，然后可以搭那个电梯下去。哇，现场超多人的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超美的，现在刚好是赏枫的季节。这个小镇也是冷清哦。可能也天色要暗了吧。对对对，感觉湖这边就是比较少人来，都去看瀑布那边。瀑布确实比较吸引，瀑布对瀑布蛮漂亮。这边来可能再要再早一点，早一点，因为现在这时间那个夕阳很快就下山。对，可惜。他们日夜温差很大哎。10度吧，应该有。要不带外套？